臭娘们！兄弟，你受伤了，让我来。别过来！行啊，自己动手，也省得我们哥几个。住手！还真有大鱼上钩了。你们俩看住了。我们中埋伏了，赶紧撤吧！眼看着我们就要追上了，可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冲出来一辆受惊的马车，两拨人，共产党，还有谁？我们又见面了，是你，全部都带走，走。